头为穴，位于人体头部，属足阳明胃经穴，意为足阳明胃经与足少阳胆经及阳维脉之交汇穴。头指头部，维即维护之意。足阳明脉气行于人身胸腔头面，为络于前，故有二阳为维之称。此穴为阳明脉气所发，在人头部额角发际处，维系于头，故名头维。关于头维穴名称之由来，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。首先从位置上来说，头维穴于额角之上左右而立，恰如护卫一般，维护着我们头部的健康。其次从功能上来看，历代医家皆认为此穴对治疗头痛、眩晕、明目有很好的效果。唐代药王孙思邈所著之《千金方》载，头维主头痛如破，目痛如脱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朋友都有过头痛的经历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大多数人的头痛其实是睡得少、想得多、精神紧张、工作压力过大、情绪抑郁等因素导致的，医学上称之为功能性头痛。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中医缓解功能性头痛之法，按摩头维穴。头维穴在头侧额角部，头正中线旁开 4.5 寸，位于发际点向上一指宽，额角发际上 0.5 寸，正是此穴之所在。按摩时，可用自己一手的拇指指端或螺纹面的前1/3处着力，按压在头颅一侧的头维穴上，此时可感觉穴位局部酸胀疼痛。手指压住穴位，施加一定的力量，逐渐用力深按，持续按压3至5分钟。一侧按压完毕后，继而再按压另一侧头维穴。也可以用双手的拇指、食指或中指指端同时按压双侧头维穴，还可采用按揉的方法。先以两手大拇指指腹按于头维穴的位置，然后以穴位为中心，轻柔地旋转按压。每次按揉时，可以先顺时针转100下，然后再逆时针转100下，每次坚持5分钟。还可以用双侧掌根按压住两侧头维穴后缓缓揉动，每天2到3次，坚持规律按揉方可见其效。头维穴不仅可以治疗头痛，对于因饮食不节所导致的胃痛，通过按摩头维穴来治疗也具有不错的效果。但有一点需要提醒您，针灸甲乙经载，头维穴刺入5分，进不可久。就是说，对于刺激头维穴，我们除了按摩之外，可以针刺，但不可艾灸。